大师兄。他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哎。过去一直是我们国家队的强打代表，在无数的国际赛中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，更在去年完成职棒史上史无前例的300轰，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呢？你的脸是本来是红红的，还是因为这样所以才红红的？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，特别有动力了，所以脸都红起来了。我们这里有个资深诗迷，对不起，你们不同路的啊、哦。可是他也有很多话要讲。三年，短短三年，就得到年度总冠军，难怪哈、哦，网络上说小叶果然有料了。